砂金的一个颜色，而且你看它的前杠整个处理都是这种磨砂的质感。对，跟外面那个还是不太一样。它这个车灯面积好大，这都是一体式的吧？所以就这个车灯可能能想的就是，比如说做出一些交互，因为好像现在是法规不允许，比如说那个 Hello 啊，你好，你先走，后面尾灯，因为它也是矩阵式的，开快点，对，后面别逼逼了。